实啊，我觉得我们的内搭就差不多是 S 号、M 号也要可以穿，因为它毕竟不是内衣，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，不用太就是过分觉得它一定要服帖什么的。因为我应该是这样讲，我觉得我们家的 bra 它其实不是内衣性质，它是可以取代一些就是夏天不想再穿内衣，所以我觉得大不大，我觉得还好哎。总共有四个颜色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穿到，所以可以看到不同的胸型、不同的身高、不同的穿搭，你们可以自己去抉择一下。但是我觉得我们家的蕾丝是完全亲肤不刺痒，它蕾丝做的非常的美，就是非常那种很优雅那种公主的感觉，非常的软绵，然后呢整件也是很有弹性的，就算你是再丰满的女生其实都是可以撑得住的哦。对，而且它包覆副乳的效果非常的好，对，这一款里面它就是不可拆的，然后直接帮你缝死，然后大概 1.5 公分就是人人可驾驭，就是你看它的杯蛮深的哦，所以杯型很漂亮。然后呢得起请大家留意一下，反正就是我们全部都车好给大家。对，我们的蕾丝是有弹性的，